朋友们注意了，注意了，千万要注意了啊！最近又遇到一个新型的骗局，我感觉呀，十个人遇到十个人都会上当受骗，骗子的手段真的是太高超了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一定要发个视频提醒一下大家啊，这个骗局呢已经发生在我身边了。那这种事情呢，一般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就是有一天呢，你会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个快递，你发现呢，这个快递上面的地址、姓名、电话全部都是你的，跟你个人信息完全是吻合的。但是呢，你会突然发现，我最近这些天根本就没有网络过，根本就没有快递。当你拆快递一看呢，一般快递里面都会是一些小东小西的东西啊，像什么手机支架了、什么杯子了、筷子了，反正就是这些小东西，不值钱的小东西啊。里面还有一封感谢信了什么的，说的是感谢你对天猫购物这么多年的一直支持，所以说为了庆祝几周年，然后会给你发了一个小礼物。当然了，你还会发现整个快递的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刮刮乐啊，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刮刮乐嘛，就是彩票一刮，想的是中500万、中1000万，人生就可以躺平了。当你刮开这个刮刮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中奖了，真的，而且是中了一个大奖啊！你当然领取这个奖金的方式就是必须要扫码啊。当你打开微信，然后扫码进群的时候，您就中招了，就中了骗子的一个圈套啊。后面就是一步步、一环环的给你设置陷阱，然后骗取你的财产，最终呢，有可能呢，有人被骗得倾家荡产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当然了，也有一部分人不会收到这个刮刮乐了，但是呢，电话随之就会来，然后告知你，然后询问你的地址是否准确，是否还可以继续收货，然后免费送你个什么电饭煲、空气炸锅，反正就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家庭妇女特别喜欢的这些物件啊。最终目的呢，还是让你扫码进群啊，就是这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让你扫码进群，后面他们的圈套呢，后面他们的诈骗呢，才能够实施下去啊。这几天不是上映了一个非常火的电影吗？叫什么《孤注一掷》？我前几天也是去看了啊，真的是看得心惊胆战，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三观。没想到呀，缅北这种诈骗在我们身边竟然发生了，真的是让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啊！所以说呢，再次发个视频，一定要提醒大家。天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啊，千万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，就是掉馅饼了也不会砸到你头上，天上掉的不是馅饼，而是各种套路和陷阱啊。我在群里呢已经看到有人被骗了200多万啊，真的是倾家荡产，太惨了，太惨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下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，千万不要贪这种什么小便宜。如果有幸刷到这个视频，一定要点赞、收藏加转发啊，特别是转发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啊，他们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群体，因为这些小东小西啊，对他们的诱惑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啊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赶紧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吧，朋友们快动手吧。